welcome to a special edition of Badminton Unlimited, where we shine the spotlight on one of badminton's greatest player-coach combinations. Tai Tzu Ying needs no introduction, but not many know her coach Lai Chien Cheng, the pillar behind the Chinese Taipei maestro's climb to the top of the world. 35-year-old Lai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up Tai's mental strength and honing her mesmerizing shot-making skills. Here is the success story of two individuals who teamed up to foster a winning combination. 我打羽毛球也是一样，就是从小时候啦，大概九岁十岁的时候开始加入学校的校队，然后开始打羽毛球这样子。我是打到大概大学三年级，大概二十一岁左右，后来就决定去念书，念研究所，然后就没有打球了。 念完书我就去当我们一个替代役，就是当算当兵，然后他是用服务那个社会性质的一个工作的方式去完成那个兵役。嗯，就是有点像我们有羽毛球专长的，可能他就会分配你去有羽毛球校队的学校去做服务这样子。那也是在这个时候去遇到那个小戴，应该是说我从 开始比赛之后都一直是在找就是男生的选手去做训练，但是前提要是以不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训练嘛，就是选手他们可能会需要就是去拼成绩，可是如果他来跟我训练的话，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去拼他自己的成绩，所以都会尽量找就是 还有在打，但是程度算是可以控制去跟我做训练的人选，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都会一直在换训练的对象。那他本来是我的高中学校的替代役，他是选手刚退下来不久，所以就是也没有成绩上面需要说继续就是拼得很好还是什么，所以 就可以来跟我做训练。只知道那时候跟一开始跟他打，因为以前的印象中比较少有选女生的选手是比较有力气的啦。那时候第一次碰到他，跟他打球是比较有力气，他是很有力气的选手这样。其实不知道就是他是谁，因为可能因为他没有打。 打球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就比较不熟悉吧。那时候打的时候，其实感觉他的技术是算很好的，就是在控制上面跟我练习的方面是可以去做很好的控制，就是对我也会有很好的帮助。因为后来陪练嘛，然后进了国家队，那国家队当时也有带他的教练，那我也是就是算 也是执行那个教练的课程，那当然我们的周期就是一个阶段，比如说亚运完会重新遴选教练嘛，那慢慢的因为编制上的关系，他们有去做教练上的替换，那后来我才成为他的教练这样，也是就是很自然的啦，因为毕竟就是已经跟他配合很长一段时间嘛，那可能 各方面也比较熟悉了解这样子，所以后来也慢慢转成他的教练这样。Less than 2 years into his role as Tai's coach, Lai propelled the 22-year-old to the top of the women's singles ranking, the first milestone of this successful player-coach partnership. Tai Tzu Ying wins the Super Series finals title for a second time, and she was a class above her opponent today. 因为她应该16年变世界第一的嘛，是我带她嘛。那那段日子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去设定目标说要成为世界第一的，反正就是比较注重在她的一些场上是不是有比较多的失误啊，或是一些 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反而是比较在注重这个过程。那这个这一段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在
学习啦，当然我也是在学着怎么去跟他去带他嘛，那我也会常常去询问他说他的一些感受状况如何这样子，那也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沟通跟合作的模式这样。最困难应该是我们要去想要怎么样找出新的训练的方式啦，对，就是如果只是跟着人家给我们告诉我们的一些过去的旧的经验的话，那变成我自己会觉得就是一直在走人家走过的路，可能就没有办法超前人家，所以那段过程就花了很多的心思跟想法去思考怎么样让训练更有效率，然后更能得到效果这样子。Touted by many as one of Chinese Taipei's brightest coaches, Lai took over as the head coach of the Olympic training team in early 2019, making him the youngest to lead the national team. However, this new arrangement meant time away from Tai, which resulted in a six-month title drought, prompting Lai to reverse his decision. 我是在2019年的2月去接国家队的总教练，那在2019年的10月份就离开那个国家队的总教练这样。那时候本来是想说看会不会透过自己的一些努力，那也让整个不是只有小戴，看可不可以有更多的人的成绩也都一起努力把它提升上来。后来会离开的原因也是因为觉得就是分身乏术啊，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做这么多的事情，那也没有办法说要做两件事情，就是国家队跟小戴这边的话都要把它完成顾好，会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一些，所以后来就决定还是就是离开那个国家队的教练，然后回到就专心带那个小戴这样子。2019 also saw another major change in Tai's support team. With the backing of the national sports body, Tai and Coach Lai welcomed additional members into their team. 这个团队也是在2019年1月成立的。这个计划它是为了选手嘛，去制定他的一个他的专门的需求啦，他专属的需求。这个团队成立的目标也都是为像奥运会啊、亚运会这种大型的比赛嘛。那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都是一天比一天在进步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的每天的小目标。那当然，最终的目标就是一些大型的比赛这样。那现在有我主教练嘛，那还有一位是教练叫万家兴万教练，那还有一个是他的防护员是王世廷，还有一个是体能训练师叫范赞宇，那我们加起来大概是五个成员啊。那我大部分就是规划他的一个整体，包含训练啊，包含比赛的一些计划跟规划这样子，还有课程的编排嘛。那万教练的部分，他是执行我的一些想法的教练这样子。那防护员王世廷的部分，大部分是在练完球、比完赛的一个放松跟恢复的一个治疗啦，就是帮他去处理伤病啊、酸痛这些等等的问题这样。那体能训练师，他大部分就是在维持他一个体能的状态，还有协助他比赛前的热身。所以我们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分配。当然，我们这个团队还有背后还有很多的人在协助啊，包含运科啊，包含很多行政啊，然后还有一些算怎么样营养这些都有在，就是都有啦，只是我们这五个是比较就是需要常常跟着他去出国啊，跑来跑去的这样子。对，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啦，就是我们这五个人大概年纪其实都不算差的太多，所以其实
除了我跟他之外，甚至整个团队在跟他相处的情况下，都比较像一个朋友的这种状况，一起去做沟通也好啊，相处也好啊，对，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隔阂，就是一个距离，就大家都相处的，就是都还蛮好的这样子，应该是比较一样，不会当成教练，因为觉得会比较有点距离吧。我就是我的团队里面大家都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讲什么事情上面都是可以很直接的去讨论，我们全部都是很直接的讨论训练上面的事情啊。尊重还是要有啦，因为就是比较年长的话，他比较大，就是还是会，我是我们里面最小的，所以就是基本的尊重还是大家都要有。他个性其实私底下场上当然就是像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求胜心强，然后很享受羽毛球嘛，然后对大家都很算很好。那他其实私底下也差不多像这样，就是对我们大家其实都算还蛮好的，然后就是比较算细心吗？就是可能我们有时候去提到一些事情，但是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后要去做的事情，或是要去注意的事情，那可能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们都不见得会记得，那但是他就会，他就会去特别去把这个东西记得，然后提醒我们大家这样子，对，就算热心，然后和善这样子。We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with this dynamic duo after this short break and find out how they learn to connect. 大多数他会比较依照我的想法，然后在里面做一些什么改变，他比较不会强制给我，就是要我改变我的东西。有的人就会希望他马上改掉，但是我可能就会把他现有的东西再去做更多的变化。Welcome back to a special edition of Badminton Unlimited, where we explore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ese Taipei's most successful shuttler, Tai Tzu Ying, and her longtime coach, Lai Chien Cheng. Before the break, Lai spoke about the expansion of Tai's entourage. Here, the 35-year-old describes his role as the head coach of the team. 先谈比赛好，比赛大部分会去帮他分析他的对手嘛，就是可能对手的一些特色、打法、特点，那怎么样去做应对嘛？那以及在场上他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我们要怎么提早去做一些准备？那这个就会在有的时候比赛前会去跟他做这个沟通，甚至是在训练的时候，比赛前去训练的时候就会去稍微去注意到这个部分，就是他可能需要准备的地方。因为我比较没有在看就是人家打球的影片，所以现在都是两个教练就是帮我看，然后再提醒我说要去注意什么，然后在我比赛前告诉我会印象比较深刻。再比如说在打什么球的时候，可能别人出什么球的几率比较高，或者是说我的弱点是什么，人家会比较一直去攻击啊，然后需要注意啊，这样子。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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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not possible, surely. Oh! And then makes the simple error. Seventh hit.Tai's prodigious talent and deceptive shot making have earned her many compliments. But as Tai found out, her ingenuit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most challenging task that Coach Lai has to face, mentoring one of badminton's most stylish players. 通常我会输都是自己的
就是感觉上面啊，控制上面就是比较不好的时候，然后我又会一直很就是要去做同样一件事情，然后要把它试到成功这样子，所以就会一直犯同样的错误。对啊，那时候就是会比较需要有人提醒我，就是真的要换一个方式这样子。对，但是我会比较专注在自己的想法上面，就会有时候会忽略掉就是人家提点我的事情，所以那个是要比较多次去做提醒跟改进之后才改善的。对，就是他可能尝试的这个东西一直在失误的时候，那短时间内我们就会去提醒他说暂时先不要再这么做，就是去提醒他比赛的时候已经有出现这样的状况，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也会去做尝试，他也很愿意去做改变，所以我在想他应该是会他是会比较愿意改变的一个球员这样子。我觉得他给我比较多改变的地方应该是想法，就是在打球的想法上面，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是比较多球来了我就打回去，比较没有那种就是计划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想到什么就打什么，可是有时候感觉就是会需要一些计划，就是去做组，就是球的组织这样子。对，但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比较弱一点，就是会需要再加强。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提醒太多了，因为他现在其实碰到的对手大部分都蛮熟悉的，所以大概会去提点他一些，就是上次比如上次跟这个选手打他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大概会去提点这几个状况而已啦，那其他就比较不会去说太多。大多数他会比较依照我的想法，然后再去做看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什么改变，他比较不会强制给我就是要我改变我的东西。Winner of 25 BWF titles, including 2 World Tour finals and 3 All England Open triumphs, the glaring omissions from Tai's otherwise impressive resume are the major titles. 5 World Championships where she's never made it past the quarterfinals and 2 rounds of 16 appearances at the Olympic Games, Lai has taken these setbacks in his stride. 所有的比赛其实对，不管对我来说还是对小戴来说，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是对我们都是一样重要啦，也不是说只有 final 是重要，他可能从第一场比赛到 final 这每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反而更多的是去注重说他在比赛有没有把该有的水平发挥出来，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比较重要的啦，那剩下的就是顺其自然，我们就准备好，那就是有一天如果是我们的，那他就会是我们的这样子。也不是压力，因为他比赛这么多年了，其实我在想应该对压力的调整都很好了啦，那他本身的个性也就是属于比较不会那么紧张的，他是算比较喜欢站在场上的一个选手嘛，所以倒也不是压力的问题啊，可能就运气，可能就是在大比赛的时候往往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好一点，那只能我们就是想办法去把自己再做得更好一点，对啊，因为有的时候也不是他真的打不好输掉了，就是他已经打得很好了，可是对方就是又运气再多了一点点。
Tai made her Olympic debut at the age of 18, falling in the round of 16, the same stage she exited in 2016. A strong contender for the Tokyo Games, Tai is well primed for a medal under the tutelage of Coach Lai. 目标当然就是，其实我们也希望说比上一次2016的成绩再进步啦，这是最一开始最初阶的一个目标啦。那当然能够突破越多是当然是越好。你说准备的话，我们现在也因为今年这个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其实也打乱了大家的一些节奏啦。那其实对小戴来说，我觉得也算一个好事啊，让他有一个充分的一个休息，然后再重新做准备。我们也是一直在针对他的缺点比较不好的地方慢慢去做加强啊。那当然可能到明年也是要随着比赛的状况去做那个状态的调整。他是需要比赛去参加比赛，然后去找感觉的球员啊。那当然这个比赛也不是说一直打这样子，就是我们也是去挑重点，所以他应该是属于比较中间吧，需要打比赛，但是又不能让他打得太多。也许像现在这样，他可能就多一点休息的时间之后再来打比赛，可能状态就会再更好这样子。From a sparring partner to being Tai's full-time coach, Lai has spent the last 10 years grooming Chinese Taipei's Queen of Badminton, a great learning journey for both player and coach. 这几年跟着他出国很多地方嘛，那其实慢慢的也看得比较多了。那我觉得受益最多的就是会去思考比较全面一点，就比如说他一个问题或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那就会去找寻比较多的可能的答案来做解决这样子，而不是用我以前自己的一个经验就说是这样解决这样子，就是会比较多角度去看事情这样子，比较客观去看这个问题，不会说我就只有一个答案，我会准备两个、三个答案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我觉得我是算比较属于，不能去改变我这么多。像可能以前比较多教练会是希望你照他的想法、他的打法去做战术上面的执行，可是不是从我的角度上面出发，因为我可能就是。本身失误那些啊，会或者是打法上面也不一样，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像，就是其他人可能要会先透过什么多拍，然后再去做一些战术上面的改变，我就比较没有办法执行到这个部分，就是这么的确实，所以就要从我的角度去出发说，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会比较适合我，比较不会说他用他的想法然后告诉我说我应该要怎么做。因为像以前可能刚开始接触带他的时候，可能就是马上要希望他可以去做嘛一些改变嘛，那因为后来就是慢慢的比较想的比较多了，那我就反而会改变一个方法，就是用他现在的东西再去帮他做进步，就是可能有的人就会希望他马上改掉，但是我可能就会把他现有的东西再去做更多的变化。An ex-player turned mentor, Lai has gained the respect of the badminton fraternity, and with several coaching awards that affirmed his ability.Lai remains humble despite his success. 成功不敢讲了，因为对我来说，我也算还没有像其他教练当教练这么久的时间跟这么好的经验，应该是
就是互相相信啊，就是你其实相信选手他做到哪边，那他选手也相信你，就是给予他的一些建议啊、指导啊，那我觉得就是互相相信，对，就很重要。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is week on Badminton Unlimited, but join us again next time as our cameras travel to England to spend some quality time with Marcus Ellis and Lauren Smith. What are you whipping up for us this evening? Don't tell me. I'm just chopping, that's all. It's my only job. Following instructions. Yeah. We're having Malaysian laksa, if that helps. Till then, remember to log on to bwfbadminton.com for the latest news and features on the sport. Bye-bye for now, and do take care.